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影 Jessica 2016年的1月号封面，很开心可以成为他们2016年的第一个封面，希望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和正能量。2016年呢对我来说都挺特别的，因为好期待我的女兒一歲啦，因為一歲其實對一個小朋友嚟講咧，都係代表住另一個階段嘅開始啦。因為一歲咧，佢哋就開始識得行路啦，識得開始講好多嘢啦。咁另一個期待咧，就係2016年算係我嘅20年嘅週年。咁所以咧，其實自己都有好多嘅計劃嘅，譬如喺音樂上面啦、電影上面啦，咁希望可以將呢一個20年就帶俾大家一個難忘嘅回憶。